教育局工作是吧？对，人家会哼几句小曲儿，逗得老婆开心。那今天欢乐一家亲也是一家人，你看到此情此景即兴编词儿，你会唱什么啊？因为你来到一家亲啊，你看起来好像一家人嘞，一家人想把你们嘛来配对啊，要配对，你观众看一下你行不行呢？行嘛。来，你准备怎么搭配一下？拿那个周伟老师来开炮吧。就是他。先把你周伟配来明啊，配来明啊，你好比嘛蓝天配白云嘞，蓝天配白云，还真有点白云的意思。我觉得有点像乌云，乌云滚滚。不是乌云，是那个晴天白云。蓝天乌云的事儿，我觉得可以。谁说我们是我们是哥哥和妹妹的关系。这哥哥有点显年轻。这差着辈分了啊。那我呢？想一下，马上来了啊。剩下的祖训好孤单啊，你不得你拉多陪你玩嘞。观众的中间来一个啊，你等一下出去你看一看嘞。这有这首的你看是大
是这家里一个脾气慢一个脾气急，但是所有的事情就在这种歌声当中欢笑当中也就化解掉了，是不是啊？这姑娘啊，其实我特别喜欢她的声音，因为在2008年的时候，爸爸在汶川地震的过程当中给姑娘讲了汶川的事情，然后姑娘就学了一首歌叫呼唤，我觉得真能唱到大家的心里去，要不要听姑娘给大家哼几句？你是我的兄弟，我是你的同胞，我在呼唤你，你一定要听到，我在呼唤你一声低一声高，你要等着的时候，我忍不住掉下的泪来。它不是有任何的修饰，而直接能流淌到您的心中。我特别希望听听南明导演对这一家人有什么样的印象，无论是欢笑还是这种沉醉。我觉得一个人啊，一旦你爱上了艺术，不管他是其中的哪一个行当啊，你这一生都将是非常愉快的，因为你知道当你有什么样的感受或者什么样的感情的时候，你知道怎样去表达，你是有渠道的，你是知道怎样去把它表达出来的，这一点我觉得特别重要，它比艺术本身还重要。我难过，我伤心，我高兴啊，我调侃，不论我处在哪一个心情下面，我都知道我用怎样的东西来表达它，所以这使得人的一生都特别愉快。我觉得少数民族表达感情的时候就更加的直接，比如说他会遇到事情就把它唱出来。我们做词儿要写个词儿，周围写的词儿呵费了劲了，写好几年也没写出来，人家啪看见了一下就表达出来，就唱出来了。所以和民族他的性格啊，和他心情，和他的那个看世界的那种观点是密切结合的，所以我特别羡慕这一家人，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了艺术上的享受和人生的欢乐。谢谢南明导演。周伟，这个南明导演主要对你刚才那个歌词写的他比较高兴啊，把他比喻成白云啊，这个我觉得这位爸爸哈，这个刚才那个给我们展示这个现场这个编词儿啊，这个能力非常强，他不管什么事物他能很美好的联系在一起，你知道吗？什么叫不管什么事物？就是你能把 这哪个事物，就是把这差了辈儿的他能叫成哥哥和妹妹，这个很难得啊。而且我发现这一家人最大特点是什么？自然淳朴，他非常自然的一种流露让我们很感动。尤其这位小姑娘刚才在唱这个映山红的时候是另外一种感觉，是吧？刚唱呼唤的时候又是让我们一种撕心裂肺的这种感觉。这首歌曲我很熟悉，它的词作者就是我们团的团长屈原老师，我听过好几个人来演唱，毛阿敏啊，谭晶啊，包括我们团的曹福佳，但是这么这个年纪的小姑娘演唱我还头一次听，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我觉得不管刚才他们的主打那个乐器和歌舞映山红，还有刚才怎么展示这些个才艺都非常的精彩，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快乐的非常有爱心的一家人，真的很感动，谢谢你们，谢谢这一家人，谢谢。来，一二三五，三号
这是一首经典的军旅歌曲，作词石顺义，作曲世新，歌唱家阎维文首唱。这首歌以朴实的语调表现出了人民解放军战士为保卫祖国而甘愿牺牲自我的博大情怀和崇高的思想境界。这首歌就是说句心里话，而且要请科尔沁夫老师和我们的家庭完成演唱。说句心里话，我也想家，家中的老妈妈已是满头白发。说句实在话，我也有爱，常思念那个梦中的他，梦中的他。来来来来来，既然来当兵，来来来，就知责任大。你不扛枪，我不扛枪，谁保卫在妈妈？谁来保卫她？谁来保卫她？说句心里话，我也不傻，我懂得成全的路上风吹雨打。说句那实在话，我也有情，人间的那个烟火把火养大。来来来来来，话是这样说，来来来，有锅才有家，你不站岗我不站岗，谁来保卫祖国，谁来保卫家，谁来保卫家。谁括弧应该是前面是你不站岗我不站岗，你不站岗我不站岗，后边谁保卫咱祖国，谁保卫，对了 OK 了，对了，谁来保卫祖国，谁来保卫家，谁来保卫家。祝贺你19分、哦、恭喜。好，谢谢，谢谢楼导，也谢谢、啊、谢谢科尔沁夫。接下来我们走在大路上，一起走那路上昂扬，共产党和民队一旦起飞的前方，向你向你我们继续不怕阻挡，向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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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一家亲大合唱、哎、都特别棒啊。哎，就四号家庭那个第三句的时候，那句你还能重复一下吗？啊，能。第我对我们先生壮丽的事业，就这句。我们先生这壮丽的事业，无限幸福，无上荣光。对对，我们把这事无限幸福，无上荣光。好，我宣布一下啊，一号家庭得了8分，二号家庭得了8分，三号家庭得了8分。四号家庭得了7分，都是非常不错的成绩，谢谢楼导。那我们看一下这一轮每个家庭最后的得分，一起来看。一号家庭26分，二号家庭27分，三号家庭27分，四号家庭27分。这一轮累计上一轮的得分来看一下。一号家庭119分，二号家庭119分，三号家庭120分，四号家庭121分，真的是实力相当啊，这是初赛啊。那接下来现场100位观众评委，是您投票的时间了，就是拼人气，你可以投一票，可以投两票，最多投3票，接下来请投票。好，请停止。刚才在一开场我也给大家介绍了，今天是我们本周的第三场初赛，有两个家庭会直接进入复赛，有两个家庭就此止步，会暂时离开我们欢乐一家亲的舞台。谁去谁留，告诉我您最喜欢哪个家庭，告诉我。好像四号人气很旺，请四号家庭向前。那在这里要告诉大家，如果出来的全家福是彩色的，这个家庭将直接进入我们的复赛，如果是黑白照片，那么这家将就此止步。我们一起来倒数5秒，5、4、3、2、1，恭喜你们复赛。好，接下来告诉我最希望哪个家庭留下。有说一号，有说三号，来，三号家庭请向前一步，是否能进军复赛，倒数5秒，5、4、3、2、1。舍不得你们离开，我好喜欢小姑娘如此清亮的声音，所以在你们最后离开之前，特别希望跟着一家人分享一下属于他们家的幸福瞬间。这是在哪儿啊？这就是在我们的家门口，在家门口办公室的门口。对，能够来到这个地方啊，我们县里吧很多领导都很重视这个事情，然后我们的几个亲友团吧，千里迢迢的坐了几天的火车，也赶到了那个地方。哦，真的，都是从贵州大山里赶过来的是吗？欢迎你们。其他的就不多说了，感谢中央电视台能够给我们这一次机会，展示我们家里边的这么一个机会。再一次谢谢大家，以后我们有机会还会再来的吧？当然当然，特别要谢谢你们一家，也谢谢所有的亲友团坐了几天的火车赶到北京。我特别喜欢，真的特别喜欢这个孩子的声音，我相信我一定可以在这个舞台上再次听到你的歌声，好吗？姐姐等着你啊，我们说好。好，接下来二号、一号，两家人只有一个名额。人气相当，一起来看一下二号一家人吧，看看
二号一家人是不是还会进入我们的复赛呢？来，五、四、三、二。分享一下你们家的幸福瞬间，跟我们好吗？这是啊，咱们补拍的结婚照，补拍的结婚照啊。对，啊，那个时候女儿已经7岁了吧，对吧？7岁，嗯。真情告白这个环节，我特别希望你能跟你的老公说几句话。我觉得我们从参加县里的家庭才艺大赛开始，我就觉得我们交流的机会更加多了。不参加比赛，我们觉得交流就都很少，这样我觉得还是经常参加比赛比较好，哪怕就是拿不了大奖也行。你看，还是妈妈的大方。谢谢大家，我们暂时走了，以后还会来。这么开朗，谢谢。好，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四个家庭在本轮比赛当中的总得分，一起来看。一号家庭169分，二号家庭168分，三号家庭165分，四号家庭178分。其实差距就那么一点点呀。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四位评委给即将离开的两个家庭献上我们的一份心意，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提供的小提琴每家一架，希望你们快乐，有请各位。好，亲爱的朋友们，这一期初赛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还是那句话，欢乐一家亲，有你更开心。我们也等着您家来，再见。